我们做餐饮排印非常重要，今天新加工房准备安排印设备，预计要20000块钱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师傅在安装这个排印设备啊，这边是一个大的，然后两个。这是这边这个房间，现在这边是一个排印设备，这边这个印罩是4米长的，这种做的不锈钢印罩，800块钱一米，然后包安装，然后上面是一个风机，13千瓦的，这里面还有一个2米的这个吸音的，然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，这个是1.5千瓦的，这一个房间的排印设备一共花了12000块钱，然后安了一个3千瓦，一个1.5千瓦的，我们做餐饮，这个排印设备一定要安好一点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采购清单，可以在后台私信问我。